尽了逻辑心机，对你爱情最难写的有没有似曾相识。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心愿，这个又认不认得？他就是今届超级状元古冰心。Hello， 我们已经在你家楼下了。好，你 ready 未啊 ？OK 啊。OK， 有冇练功啊你？有啊。哇，谢谢你啊！咁我哋上嚟啦。好啊，好啊。好啦，一阵见，拜拜。一阵见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呢日我哋嚟到佢屋企，了解佢嘅成长故事。成为状元之后，得到唔少网民嘅关注，冰心又点睇呢？听过咯，因为我有睇连，即系我唔系我平时冇睇啦。跟住我同我同学讲连登都有，跟住我就上咗去睇。听佢情歌，唱小幸运几好听咁样。因为嗰时就其实冇 expect 过要唱歌啦，咁我嗰阵时都未开声嘅，所以拣嗰首歌其实就系因为我背到歌词啊，好似其实我冇乜点练过，即系我系自己平时中意喺屋企唱下。第二個，第二個，哇！師姐係，咁就你有冇睇到呢個？我有，都有見過，唔夠班嘅咁，人哋有即係好睇啲咁樣。有冇得諗？到時先算啦，但係都感覺自己未夠班啊，係。冰心由細到大都係長勝將軍 ，K2 參加講故事比賽就拎到冠軍，小學又全級年年考第一。我覺得我幾感恩嘅係，其實我人生路係比較順利嘅。即係當然整體嚟睇係好似冇乜太大嘅風波啊，或者太大嘅挫折咁樣咯。但係可能放大翻，即係 zoom in 翻某個成長階段，咁一定會好似正常一樣，都係一定有起有落。即係可能面對有陣時成績啊會失手啊，或者係比賽都會輸啦，甚至可能同朋友都有啲拗叫咁樣。例如佢人生唯一一次成績肥佬，係中四嗰年校內中文考試，俾小組討論表現拉低咗。他又记得由元朗地区名校转读港岛圣保罗男女中学的时候，成绩不再是全级最劲，英文水平都要急起直追。因为我自己是可能比较乐观的一些，就很难打击到我的自信。是啊，我就觉得现在不行，以后一定行，我就喜欢 prove them wrong， 很不喜欢别人看低我的，但是就觉得自己怎样都要 prove 给他看我可以。哇，女特首。女特首可能就難啲，咁我又唔係政治嗰邊，即係政策方面嗰啲人，咁我讀開又唔係社會學嗰啲啦，可能咁始終就可能如果做醫生嘅話，就再做特首可能就未必咁適合嘅。嗱，見到嘅係咩呢？而家我哋講緊 CEPA 同埋大灣區互認機制係同一套制度，佢哋都係資歷互認機制，但係做緊嘅嘢咧都係只係擴展嘅啫。有風浪今日問我哋啦，嗱點解團結香港基金仲要話要爭取？佢哋要爭取嘅係咩？係喺大灣區整一個資歷互認機制，但係無可否認嘅係今日辯題入面同你講緊嘅係咩？係要有一個資歷互認機制啫。可能初中嘅時候都係啦，我隔離位啊，或者有啲同學其實本身都好勁，跟住我就好想贏佢哋，係啦，咁即係我有啲同學都話我好好勝。但我覺得呢個係一個目標嚟嘅，同埋係揾適合自己嘅目標嗰陣時，即係唔一定要揾最 top 最 top 嗰啲人，即係揾一啲同自己水平高自己少少咁樣，咁就可以逐步逐步咁樣去上去咯，即係將目標係定少少定少少咁樣慢慢上。但係好勝又點樣可以唔過到呢？我覺得係你要用一種欣賞嘅眼光去睇同人競爭呢件事，即係係同人競爭唔係話我淨係要贏佢，而係我要由佢身上學習啲嘢俾我自己，咁樣跟住再去提升自己。所以逼自己嘅方法就唔係話一定要自己埋頭苦幹嚟搶，而係同其他人去交流一下，由其他人身上學習會好啲。個名有氣質，即係其實我嗰陣時就應該就唔係好關冰心事嘅，即係唔係好關作家嗰、那個作家事。但係之後就覺得好似真係都幾好聽，爸爸係爸爸嚟嘅，係都要問下佢真係。只有我計分嘅啫，即係出生日期啊，咁啊跟住有個分出嚟啦。由情緒智商、學習能力到自律性，冰心嘅爸爸都話個女一直表現得好好。你覺得狀元係一個即係？是我自己基因好，是努力好咧？都唔系，基因啊，基因啊，唔知啦。咁即系佢学嘢系快啲嘅，真系学嘢快啲。好似话啊，今日默书唔记得咗添，唔记得咗，跟住翻学校都系搭车嗰阵时先背啊。咁又可以话啊，又识晒啦，咁样咯。即系唔系话好点样逼佢嘅，冇呢样嘢嘅。即系话，总之咪啰嗦个几句咯。喂，温咯，唔好成日攤喺度咯，又玩手機又玩 iPad 咁樣，
个女成为今届超级状元，爸爸都话超级开心。喺屋企收到，佢喺学校 WhatsApp 我，好激动因为都难攞啊嘛，今年真系难攞。因为我谂住如果有十个左右嘅状元咧，我就一定有信心啦。但系因为佢话得四个咁样，又有两个女仔咁样，咁嘅机会谂住细好多啦，冇咩庆祝喎。翻嚟又系咁过，又系咁食饭，又冇咩，又冇咩特别咯，都系咁啊。做咗状元唔代表要松懈，冰心决定要读医科。爸爸话读呢一科辛苦，希望个女继续努力，踏入回馈社会。尽责咯，同埋一定要仁医咯，系嘛？即系一定要对社会有贡献嗰啲咯。希望佢梗系做得越好啊！越更上一層樓啦，咁樣咯。有啲網民話四十年後女特首呢啲，你點睇啊？你都冇可能嘅事啊！你話可能衛生局嗰啲可能有得諗下嘅。其實我都見到呢個，我都好想回應一下，因為我覺得可能好多人會覺得醫生就係高人工，所以就個個都去做。但其實我覺得可能大家會。反而見不到醫生辛苦的一面，可能大家就見到醫院入面辛苦，這是一定的，但我覺得更加辛苦可能是我們中學轉入大學的時候，大學讀書都會很辛苦很長，甚至可能很多就算本身成績很好的人都會留班或者考試 pass 不到，我覺得醫生是真的一個活到老學到老的職業，所以就是要對自己都有很高的要求，還有有 很多毅力才可以去做醫生。冰心就期望自己勿忘初衷，這個行業都很需要人，而且我覺得自己是始終是在這個地方成長，就覺得不如用自己的方法回饋社會，可能未必做到很大的改變，但是始終是多一個人是一個人。最後就是如果除了用說話去為自己留言，如果你唱一首歌的話，其實你會唱一首什麼歌送給自己？我呢排有聽緊五月天嘅好好，因為其實嗰首歌就可能未必係講呢個啦，但係我覺得歌詞幾有共鳴。时间的电影结局才知道，原来大我哋可以可能为过去嘅呢个阶段作为一个告别咁样，就可能同埋对一啲未来嘅愿景啊，祝大家未来一切都好。我们红着眼笑，系啦，咁就想同自己讲，记住自己点解当初想做医生，同埋记住要不忘初心啦。好好的生活，好好的别老，好好假装我已经把你忘。